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是早上的5:43哦，刚开服，老爹准备了32万赚，真的是紧张到不行，真的睡不着。好，来，我们直接来转卡。废话不多说，我梦到我转到他妈的奇奇怪怪的、啊，来，重抽，不要再让我转到奇怪的啦，杀虫来一张吧，拜托，杀虫的杀，杀虫的虫，走走走走。乱炖！我不要进站的、啊。不要整我啊！杀！冲啊！中啦！天哪！吓死伦家啦！我以为我他妈要转黑妖啦！他丑的好可爱呀、啊！真的是吓死伦家啦！来，文老爹，宙斯大法师，杀虫，来人！圣人 PVP 魔法命中，魔法命中，伤害减免 PVP 伤害减免，魔法征服力，魔法命中 PVP 魔法防御，物理防御，哎呦，爽啊，收藏品，直接召唤出我们的杀虫，好大好大一条沙虫啊，好可爱的海绵体啊，看看老爹的魔功，65再加上 PVP 魔法征服的话，PVP 魔法征服是多少啊？3点啊，我现在魔攻68，再加上变身的话可以69啊。魔法命中来到了103啊！魔法命中破百了，马上来测试看看。魔法命中103，你敢信？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这个命中率你敢信？刚刚那只法师，刚刚那只法师跑那么快去哪儿？啊？看到大法师，看到杀虫大法师，你是不是怕怕啦？你是不是怕怕啦？你是不是怕怕啦？喂，不会飞走吧？小孬孬不会吧？找到咯，我带杀虫，你带死亡骑士啊，啊，你是不是带死亡骑士啊？啊，会被削到了，会被削到了，哎呀呀，你削不到我啊，可是我削得到你啊。
我笑得到你呀、啊，老姐、啊，老哥，孩子还追我啊！哎呀，他的反应真的是蛮快的、啊。哎，这个魔法命中真的是超有感哎、欸！干，开始笑不到了。魔力还不错吗？靠腰，好了，不跟你玩了，老子现在爽。好嘞，看看我的杀虫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带死亡骑士？对，难怪他那么嚣张啊！看看我的娃娃，看看我的娃娃。吓死你了吧！看看我的娃娃，嘿嘿嘿，你没有吧？好，恭喜恭喜！好来 ，TJ 卷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来，好爽啊！商店，礼包买起来，我买，我再买，哦，这是什么？我买，我买，哇，两次就转到沙虫啊！我真的是晚上连做梦都梦到我转到那个拉顿的、啊。超级痛苦的、啊、各位观众啊、哦、总算心定了下来。那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不要再玩法师啦，转到沙虫就没问题啦。八包全部买起来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魔法娃娃礼包，没问题，花钱什么的都是小事情哦。花钱什么的都是小事情哦，不要他妈的一直歪掉就好啦，真的、啊。那个哈丁的梦啊，哈丁的噩梦对我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。好来，还有吗？还有礼包吗？好 ，Step One， 银行会不会打来啊？凌晨在那边刷卡。没问题。然后听说抽卡的动画变了，这样子应该都买完了吧？哦，所有的礼包清空了，来，全部领取。背包，哇哦！看不懂，都看不懂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呀、啊？哇哇！这是什么？神秘高级变身？神秘高级是有多神秘啊？好，来制作。哦，这个我总哦，我这个可以制作什么啊？这个要换哪一个？都可以换起来。樱花少女杰利贝尔，还有什么春日德里亚德是什么？好，不管，全部换起来。其他的就不是太重要了吧？这个蓝卡我应该是要换魔法娃娃的吧？好来，
哦，还有收藏品，经验值再加2%。好，稀有变身选择卡，这个都是变身的，变身我已经全满了。高级变身，这个我都满了。精灵王一般变身卡，好来，听说这个变身，哇，看不到新的变身呢。好，我们来抽一次变身的。听说有换动画啊，我来看一下。有红盘的话，才会有新的啦。哎，来给你们看新动画。哎，靠腰没有，被骗了。好，没有新动画，没关系。我靠！太帅了吧！好了，再来跟你们一起分享了。这个我就不先抽了。好，最后老爹的 TJ Go， 怎么那么远？靠腰要去哪里啊？肯特村庄 TJ 卷，看一下老爹可以换什么。我靠，塞满了人欸。欸，你们走开啊，我要 TJ 啊，挡什么路啊，看你老。欸，我点过这么多装备哦，加五的，加零的，八丈，看我点过的，我爆过的装备有这么不值钱哦。好，来复原。住房直接点起来，交易所。今天我已经很满足了，不管有没有点上来，都随便啊。Go。黄光教。好了，各位观众。那么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